新疆作文，兰州作，这边这个效率有点慢呀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没事。于是今天要来做个核酸检测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队，然后从那个树底下拐了个弯，拐完弯之后，铁路局368马路这边，铁西村这边小区啊，看看，已经全部封了。